龙子哥是先去控那个阳台楼。哎，感觉怎么 Para 整体步调有点不是特别一致啊，又慢了，完了，就是他被锤的那一个了。完了，锤回来了。旺在手上就拿了个燃烧瓶。是的，但是哎，剧情好像有点反转。推门杀，马云龙直接给他脸上来了一发。我的 AC 这里的话也是被博良给补掉了。老马，只有一发了，一发了，别紧张，老马，一发入魂。 先补，现在还不能扶人。哇，手枪哥，手枪，这个，哦，老狙，纳尼，气势暗示。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玄学，但是心理上的东西往往在比赛里面会影响到这个。我有这个过路。B cup，上一局比赛其实 B cup 的表现还挺出色的。这贴的有点太近了啊。 上一局确实被 biu biu 打下来，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人是孤独的，也不是孤独的。现在路上我就在想这个问题，那很多时候这个孤独的是你自己把自己弄得孤独的。漂亮！哦，林树好准，对方蹦蹦跳跳的，怎么就跳到了林树的镜子里面了？完全没有想。刚收了别人过路费，这一波自己被收一波。缺血了，很少。哇，唐弟弟，弟弟真是凶啊！ 哇，他是从正面把对方的这个灵墙的甲车库给抢了。CDG的重要支点一下掉了一个。是的，别看唐弟弟玩密室的时候非常非常怂，人家在游戏里面，在比赛上面，铁坦，那铁坦真的是巨型铁坦。<笑>有奶变坦的过程啊，只需要一个环境。别看严哥平时是哥，<笑>玩密室的时候，嗯，超级奶。<笑><笑>跟屁股后面啊，嗯，这个确实这样。 性格因人而异，是的，主要怕黑嘛，对吧？来说的话，可能想走也是会比较快的。是的，这里十七想从边缘看能不能蹭到对方的援军啊，蹭到了，他蹭到了，两个人全都要。那玉玉玉这一倒的话，九五K肯定就没了。是的，这感觉十七是等于，把玉给骗过去，他一开始很足的火力。你想，不然的话，其实悟空那个位置只要玉给到压力，然后队友再去救的话，其实很快就能扶起来。对对。 这感觉十七现在就是实际，我们知道以前是打的比较直接的一支队伍，嗯，现在也在玩一些这种啊，原点 XCG， 哎呦，边缘主要是这个土路上防守，你看看是谁呀 ？New Happy， 你被盯上了，周平该修脚的时候也是一个大师，主要是他被场上大魔王给盯上了啊，就很难受了，洋洋直接被补掉。New Happy 这波肯定是全力卡边了，从土路推起啊，战绩来看是这样。 都有点这种趋势啊！哎呀，感觉得手了。查查路，哎，特别要回人一颗雷，位置已经锁定，对方就在树后。是的，小海在另外一边放倒了天霸的选手，这边小鹿有点危险啊！兄弟呢？小海那边一个人啊，这边小鹿的话也遭中了 ，Forever 是帮忙补了一下。啊，特别这波。 很果断啊！这就是站得太散了。你想，他们四个人四个点。呀，林树这边是从背后打了一个侧面，无差别攻击啊！林树，有眼我帮你架。一丝血，哎呀，被放倒了。只有 God V 了。唐弟弟过来打草战场，找到一个侧身，捏雷，用草皮做掩护。哎，他还特地扔高一点，这边。 手雷补掉人啊，天霸好像能占到些便宜。S L G 背后来的 G F Y， 是的，现在被夹击的变成了 X L G， 两边都是强劲的对手啊，主要要，不过后续控稳了，而且对方无掩体，有没有从这几枪可能是枪械的原因？狗都不用的死干，<笑>对，感觉不是那么的稳啊，是的，赶紧换把枪吧，我觉得911。 现在 M 4又回来了，对，感觉神一样的呀！呀，这个蓝光挡了。是的，栏杆战神。哎呀，这个蓝圈也过来了，一波反跑啊！好讨厌！我长龙是放倒了灵树，看一下灵树这个位置的话，应该是有没有时间来得及扶啊？哎，这个峰峰很聪明啊，他就在这个地方换你分数。 让你难受，打掉了阿童木。打你一个，我再打药，哎，反正我这把我已经吃不了鸡了。是的，你别想跑，兄弟，你必死。想办法拖死一个是一个。是的，反正蓝圈里面倒的你肯定是补不了。
过来，啊，还好，九幺幺这波是没有出现失误。嗯，再次感叹一下吧，画面正好又给到九幺幺，这个枪真难用。是，Scar 完全没有他现实中的那种性能。是的，现实中 Scar 是排名前三的枪械。对。啊，这边 DSS 也跟大魔王接上了，大魔王还真的跑到右上角来推了。嗯，我就要从右往左推，开推，来了第一个，开进就是倒，又打，打一个，打两个，两边是 New Happy 和天路是分别就是各自拿了一点 DSS 的分数。是的 ，New Happy 现在有一个大反斜做一个移动空间。嗯、我这个铁皮后面，他是蹲在楼梯下面，这个老哥是想不到吧？想到了，他居然想到了，知道有人来了，提前枪、啊，人傻了，怎么这里都会被发现的？哇，黑猪啊，这个提前枪拉过来，他是录了声音吗？还是有可能是被发现了？嗯，提前就看到了这个，要么就是在训练赛里面吃过这个亏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这位是蛮阴的啊。嗯。就该排的位置都排干净了嘛，那还能去哪里，对吧？这个你也看一下。侧身，还差一枪，哎，老哥感觉掉线了。是的，你看他这个移动就是掉线的样子啊，白龙马。用屁股探路，倒车入库。三方的一个缠斗，而 YLG 这个时候就不着急，你们打你们的，我先进圈。哎，我圈里面还有防区。是的，房子一站。点位嘛是低了一点，但是至少我能保车。哎，是的。啊，牛海比这一波甚至可以不打。嗯，我是牛海比的话呢，我先抽抽吧，我反正这个时候不出力。你看抽一抽一个准啊、嗯，而且这三个人的位置被锁定，肯定得套雷了。手里两颗手雷，跑近点，队友帮我架，看他们敢不敢拉出来了，对吧？敢啊，这波必须要看啊，这下面都想这玩意儿了。他看到 IP 了。哇、哦！一雷双响，周笔烟得手，林树一丝血没了。New Happy 甚至要抢到了天路的反斜，他要打天路了。你看天路这个时候，他之前根本来不及做这个事情，去看北边的事。他没想到，是的，他没想到这么快，太快了。这背后来人的话真的很难受。他始终觉得天霸在北边拖住，对，我又不可能说我现在去反推 New Happy， 因为他这个过点 New Happy 这个反斜太舒服了。就现在等于双方在这上面是一个均势，甚至我感觉 New Happy 的位置还有点优势。只是说。蓝圈可能对他会不太有利。是的，因为天路可能一旦有情况的话，可能其他埋伏已久的对手就会过来了。是的。哦，小鬼的话是把王骚骚给放倒，再来一个手雷补掉。超远距离再继续。投掷物还是挺多的啊。是的，扔的有点过头。啊，先去驱赶一下山顶的天路。天路，我们看到是、他是放弃了跟牛海皮的一个正面。冲突还是去找 F2， 先拿分。对，上一局对吧？上一局也是天路打了一波 F2， 然后这一局依旧是两支队伍先处理掉近点战斗。近点周笔言被石兽接住，小北侧面又成功，明明也被放倒了。十七这场比赛算是完全预料到了对方的行为。是的，上一局摔过的跤，这一局的话要爬起来。是的。优势地形打不来，我就是要打这种差不多的。是的，要打差不多的，我才能掌控对方的位置。小北这个雷有可能会直接一击毙命，哎，稍微有点小麻麻。不过最后一枪还是把残血的楠楠给放倒了。抢分，这波必须要抢分。石一兽，哎，过点之后被小东放倒。哇，这个幻神还在木房里面。是的，幻神这个木房位置会不会让？就是天路会不会猜到？不过天路其实不着急的，因为南区继续往南边走了。哎呦，这个点太致命了！这烟雾弹快要散了呀。声音暴露了，天路一波大机会要过来，先清理掉防区的幻神，手里还有雷吗？应该有吧，之前好像都是用枪解决的。天路，我是天路的话啊，我不会进这个房子，嗯、我等你出来，因为蓝圈会把你赶出来。是的，肯定是等，反正是限制他嘛。是的，幻神，我在这边左右开弓，把骄阳放倒。他这一个人秀啊，真是秀。十七稍微冷静了一下，先扶一扶，对，找个水泥桩子吧。是的，先保证满编吧，因为旁边还有天路。哎，别扛，哥，直接扶。哎呀，你直接扶啊！被爆枪头，完了，这小北感觉也要快没了。扛得动吗？扛不动了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这个
他自己也是一个残血，刚才可能会好，他觉得时间有点来不及了。这样一来的话，十七这个坡也不是很好下，下面有 YLG 的三个幻神终于终结了他。当然现在就不一样了，现在我是大哥，对，你们都基本上有可能下山吧，至少啊，对枪匆匆爆头把波波给放倒了，我感觉哎，但是圈又往山上刷了，这又不一样了，所以局势就是因为跟着就是跟着这个圈在瞬息万变。是的，李高子在山半山腰是被黑猪逮到了，直接 biu 补掉。山顶只有一名石阶队员，这样一来的话天路肯定要过来排了，就是在半山腰的位置过凤坡，这个平台非常舒服，看到了打一个过点，天路抢到这个位置就拥有山顶的控制权。是的，一顿夹击啊，是吧，十七先给淘汰出局。哇，天路又就粉丝嘛，是吧，就已经比较满意了，我觉得。是的，看叉叉队纯粹图一乐，学技术还得看天路。又进决赛圈了他还把今年的黑猪先给放倒了，而且黑猪这个位置没有办法扶。是的，我觉得匆匆那个位置可以收了，没必要。这样的话 YLG 只剩下了 17 啊，而且 17 这个位置很尴尬，又在边缘，而且前面掩体不多，不在圈。还是被匆匆一把 Groza 给带走了 17, 三打四的一个决赛圈。这但是他在 LG 我是感觉打的是最好的。还有一个九多少来着，哎，这个数字老是九七零，差不多吧，是九七零吧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八五七出来的，就挺猛的。没炸着，快散掉了。是的，匆匆这里有点小危险了。已经被发现，已经下那个树罐子了。对，他被看到了，被打一枪头，那没了。有小东今天打一个二打三，还有的搞，有的搞，有的搞。看一下二打三的局面啊，这个立体枪线能不能给2004造成重创？2004现在的位置已经被锁定了。骄阳这个时候要做事情，小童近点要打三个人，侧身一定要偷一个，最起码。2004就很明确，我跟你打团战，我斜坡往上走，对吧？是的。哎呦，这火力！骄阳，李鹏，搬走司机。骄阳，我看不到。骄阳，你动一动啊！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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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个很关键，就是这把妹控，上一局也有妹控，就是这个很关键。哇，这正面压力一下就小了很多。骄阳让小童摸到近点，啊，骄阳被打残了。对，对手就2004也想处理掉骄阳这个点，很难。是的。想枪，想枪，对，打的想枪，想枪了，就是这一波又打到一个，又把波波给放倒了。这个时候看一下，小童一定要出手。来了来了，小童这边顶了，哇，爆头要吃鸡了吗？二打一，血量不是很多，可以打药，可以打药。骄阳直接得手，恭喜。